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公经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企管系的教师佘建元。我们今天呢这一讲要继续来讨论需求，讨论需求函数跟需求弹性。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所得弹性。我们在之前呢的几讲呢有谈到过什么叫需求函数。需求函数呢就是讨论消费者呢平均来说每年每月或每天愿意且能够购买的量会受到哪些其他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有说到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单独看价格跟这个需求量的变动关系，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叫做需求线。那我们也说到需求线呢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当其他因素变动的时候呢，这个需求线呢，你就会拉动这个需求线。需求量呢不会只受到价格，它还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那我们在前几讲呢，已经谈过了需求的价格弹性。就是说需求的价格弹性的讨论，说当价格变动个百分比的时候呢，你的需求量会变动多少百分比？我们也同样说这个概念呢，可以应用在说其他因素变动的时候，比如像其他产品的价格变动的时候，如何影响到这个需求量，这个时候是会拉动需求线。那我们说这个叫做交叉弹性。今天呢我们要来谈另外一种其他因素变动对需求线的影响，我们要来谈呢所得。就是在市场上呢，消费者呢一般来说，大家所得普遍性的上涨的时候，或普遍性的下跌的时候呢，普遍性的变动的时候，会如何影响到这个需求线，会影响如何影响到你这个产品的这个需求线。那这个呢我们说这个叫做所得弹性。我们要谈的是所得弹性，也就是说当普遍来说消费者的所得变动一个百分比的时候呢，会如何影响到这个需求线，如何影响到这个需求量的变动百分比，如何拉动需求线。好，所以需求的所得弹性的意义，来，我们再说，任何给定物品的需求呢，不仅受该物品价格的影响，而且会受购买者收入的影响，这是一种其他因素。那所得弹性呢，用来衡量说这个物品对该商品的这个需求量呢，会受到那个普遍市场上消费者所得变动的敏感程度。所得弹性在衡量这个东西，衡量说，如果普遍来说消费者变有钱了或变穷了，对你这个产品的这个需求量它的变动的影响是怎么样，它会增加吗，多购买吗，还是减少购买，那变动是变动多少个百分比。所以我们在说表示呢，这个所得弹性表示是在一定时期内，当消费者的收入变化 1% 的时候呢，平均来说当它变化 1% 的时候呢，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这个是所得弹性。所以呢我们可以把所得弹性的公式呢列出来。它是这个样子，我们一样用刚刚的概念。我们在需求的价格弹性，在交叉弹性，我们都谈过类似这样的公式。所得弹性一样用同样的概念，符号我们用 EI, 这个表示所得弹性。我们说呢，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什么呢？我们讨论的是说，当普遍来说，在市场上消费者的所得变动一个百分比的时候呢，对这个产品的这个需求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讨论的百分比对百分比，所以底下呢 ，DI, DI 是讲所得的变动量除以所得，所以是怎么样？普遍来说，在市场上消费者所得的变动百分比，这个 I 呢，指的是 income, 是收入变动前的所得。所以比如像现在消费者呢，普遍来说年收入是，举例来说年收入是50万。啊，如果说今天大家变有钱呢，从经济成长从50万变到55万。所以变动量是5万嘛，除以50万就是 10%, 所得变动 10% 的时候呢，对你这个产品的需求量变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上面呢是DQD, 这个对这个产品的需求，底是变动量，这个三角形念底，是指变动量，变动量除以这个原来的这个 QD, 所以这是变动百分比。所以这个是需求的所得弹性，当所得平均来说消费者的所得变动一个百分比的时候呢，会如何影响你这个产品的需求量，它的变动百分比是多少，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式整理成这个样子，DQD 除以 DI 乘上 I 除以QD, I 是所得， QD 是需求量。所以是商品需求量的变动百分比除以所得的变动百分比。
那当所得变动的时候呢，这时候对商品对需求线的影响是拉动左右拉动需求线，哦，是左右拉动需求线。哦，因为我们在这个需求线的图上面呈现的是价格跟数量的关系，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嘛，它现在是其他条件变动了，所得是消费者的名目所得变动，所以你就会画到，如果它的影响是正的，你就在更上面画一条需求线，负的呢更底下画一条需求线，然后大概底下画一条需求线，所以这个时候是拉动需求线。然后那你算出这个东西呢，这个就是所得弹性。那依据每种商品所得弹性的数值呢，哦，事实上我们可以定义出该商品的这个属性。我们在前面几讲有谈到说，当消费者的名目所得变动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会对这个商品的这个需求线有所影响。那影响方向呢，当大家变有钱的时候呢，这个需求线呢，欸，不见得是往外拉哦，有些时候可能是往内拉。往外拉的意思是什么？正向影响，当大家变有钱的时候，大家会想要买这个东西。往内拉的是当大家变有钱的时候，大家就不想买这个东西。我们说，哦，大家当变有钱的时候，对不同的商品呢，不见得都对它的需求量增加哦。那因为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属性哦，不同的属性。那根据这些状况呢，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商品呢分成正常财跟劣等财。我们在之前的一讲的时候有讲到什么叫正常财，正常状况嘛。大家如果今天都变有钱了，消费者普遍变有钱了，哎，对这个商品的需求量呢，哎，增加了哦，就是需求线往外拉。我们所以说这个叫做正常财。那如果说今天大家都变有钱了，结果反而就更嫌弃这个东西了哦，我就对这个商品的需求量就减少了，需求线往内拉，这个叫做劣等财。哦，劣等财。那事实上呢，根据正常财呢，我们还可以再定义出两种类别，一个是必需品，一个叫奢侈品。那这个呢，就不是根据变动方向来定，就是根据变动的量来定义的。哦，那我们再进一步来讲，怎么样来去区分这三种？哦，我们说呢，根据哦我们刚刚的那个公式呢，你可以算出所得弹性，那可以把所得弹性的值呢算出，哎，它可能有正有负，哦，就是它大于零或小于零。当所得弹性大于零的时候呢，当所得弹性的值，当所得弹性呢大于零的时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说，当消费者普遍变有钱的时候呢，对这个产品的需求量会增加。那我们刚刚说这是什么？这个叫做正常财嘛。所以所得弹性大于零的这一块，哦，如果这个产品算出来的所得弹性的值大于零，都在这一块，我们会说这个叫做正常财。那如果说今天消费者呢普遍所得都变有钱了，哦，名目所得增长啊，普遍也变有钱，当价格不变的时候， 普遍你都变有钱了，你觉得说，哎，名目所得增长普遍大家都是变有钱，我反而更嫌弃这个产品，所得上升，对这个产品的需求量反而下跌，我们说这个叫做劣等财，也就是说算出来的所得弹性，因为变动方向是不一样的嘛，所得增长一个百分比，需求量下降，变动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所得弹性是负的，小于零，这个时候我们会说是劣等财。哦，那我们刚刚说正常财里面呢有分必需品跟奢侈品。哦，那我们再继续进一步来看。哦，我们说，哦，这个负的叫做劣等财，正的叫正常财。可是正常财里面呢有分必需品跟奢侈品，什么意思？必需品叫做所得算出来的所得弹性的值在0到1之间，奢侈品呢指的是算出来所得弹性的值大于1。什么叫做0到1之间？消费者变有钱了，哦，消费者普遍变有钱了，会更多买这个产品，会更多买这个产品，哦，啊，这个就叫正常财嘛。可是呢，如果我说消费者变有钱指的是消费者所得上升一个百分比，哦，变有钱了，可是呢对这个产品的需求量呢也增加了，可是增加没有到一个百分比。哦，也就是说消费者变有钱的指的是说他的所得上升，名目所得上升百分之一，上升百分之一，可是呢对这个产品，我说这个产品是需求是正常财，所以对这个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可是增加的幅度没有到百分之一。哦，他可能在0.1%、0.2%，在0到1之间，这个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产品是必需品。可是呢，如果说今天这个所得呢上升 1%， 消费者普遍来说他的所得上升 1% 的时候，对这个产品的需求量增加，而且不仅增加还迅猛的增加，增加超过 1%， 我们会说这个产品的特性叫做奢侈品。哦，这个产品的特性是奢侈品。那有哪些产品是劣等财，哪些产品是必需品，哪些产品是奢侈品呢？哦，
比如像这个，这个大家看得出来是什么东西吗？豆芽菜啦，哦，这个东西是豆芽菜啦，哦，豆芽菜啦，哦，豆芽菜，根据某个研究，哦，根据前阵子我看到那个研究，然后他有说他们去观察那个日本人，哦，在这个泡沫经济时期的后半段，哦，这大概就是他说很像大概2000年到2010年之间，然后日本人对这个豆芽菜的这个消费量。他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哦，那个研究，他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在那10年间，日本人对豆芽菜的这个需求量在增加。哦，他说日本对豆芽菜需求量在增加。那可是呢，那时候在泡沫经济时间期间，所以他就看到说，哎，这个日本人呢，哦，他们那时候的所得其实在下跌，他们那时候所得在下跌，所以他就说，哎，日本人你去看，哎，日本人所得在下跌，下跌的时候呢，哎，这个豆芽菜的这个需求量增加了。哦，所以你看，这个是反向的变动关系，所得在成长的时候呢，需求量在下跌，所以他就说，哎，豆芽菜呢，对这个日本人来说呢，哦，在这最近这几十年来说，可能是算是劣等菜，然后可能算是劣等菜。哦，这个日本人的这个消费，大家可以去观察有些有趣的事情，然后，比如像说，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花妈，还有那个樱桃小丸子，哦。这个我已经不看了，我因为现在小朋友就都会跟着小朋友看了。如果你去看花妈哦，跟樱桃小丸子，你去注意说它们里面的那个食物，然后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然后是怎么样呢？哦，你看那个樱桃小丸子，哦，这个是1990年以前开始拍的那个片，哦，开始拍的片。那樱桃小丸子里面的那个片呢，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你看那个通常他们都是每人一份餐，然后可能都是吃鱼，哦，可能都是吃鱼，哦，那每人一道餐，哦，都吃鱼。可是你看花妈，花妈里面最常出现的餐是什么？一个是竹轮呐、啊，一个是竹轮、啊，然后一个是竹轮。那他们很多时候吃饭呢，就是4个人围在一起，然后一个中间一大堆竹轮，那大家就吃竹轮，然后大家就吃竹轮。然后那花妈是什么时候拍的片？是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拍出来的片。然后啊，所以你从这两个对照，你可以看到说，哎，这个泡沫经济。这件事情呢，确实很像对日本人的一般庶民生活造成一些影响。哦，在花妈的片里面呢，你就看那个一般庶民开始都会吃这种，都是吃竹轮，然后很少你会看到花妈为了捡便宜哦，或者说去找那个很少你会看到他们去吃鱼的状况。可是，在樱桃小丸子的那个片里面，常有吃鱼的状况。哦，那个竹轮呢，哦，大概类似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这个豆芽菜的那个 case 啊。可是，到底竹轮有没有在资料上看得到说，哎，在日本泡沫经济这段期间，当他们所得在下降的时候，竹轮的需求量有在增加。哦，资料上没有看到，可是 maybe 你或许如果你去整理资料的话，可能你会看到这个现象，竹轮可能跟豆芽菜是一样的。哦，啊，这个呢就是劣等菜。当所得上升的时候呢，当所得上升的时候，消费者对这个产品的需求量会减少。那必需品呢？哦，必需品就很多了。然后像这边给大家图是牙刷啦，哦，或者像一般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啊，哦，鞋子啊，哦，或者像说你平常的饮食啊，哦，这些大概就是必需品。当你所得增加的时候呢，你可能会那个稍微吃多一点，然后以前可能不大敢吃麦当劳嘛，一个月呢你可能只吃个一次啊，现在所得增长，然后你可能变成吃个两次，哦，这个变成吃个两次，你会增加，可是你不会感到天天都吃麦当劳嘛，哦，你不会变成天天都吃麦当劳，然后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所得上升一个百分比的时候，你对这个产品的需求量会增加，可是增加量不到1%哦，会增加，所以是正常财，可是增加的量不到1%哦，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你算出来的所得弹性的值呢会在零跟一之间，而这个呢就是必需品。那还有某些产品呢，它的特性是什么呢？当你所得增加一个百分比的时候，它不仅会增加你对这个产品的需求量，消费者对这个产品的需求量不仅会增加，还会迅猛的增加很多哦。这个呢，我们会说这个叫做奢侈品。然后这边列的是跑车哦，可是不见得是跑车嘛，很多产品都是奢侈品啊。比如像我们说什么呢？比如像说，去听演唱会哦，去听演唱会。你在普遍消费者都没钱的时候哦，都没钱的时候，你想想你自己没钱的时候，你可能一个月听不到一次嘛，或是零次嘛，哦。可能听得到一次啊，你现在稍微有钱的所得增长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开始哎，觉得很像我可以每个礼拜都去听一次哦，每个礼拜都去听一次嘛，所得增加20% 的时候或10% 的时候，你可能以前是零次啊，现在突然就增加到一次或两次哦，那个增加量就很大哦，那个增加量就很大啦哦，所以这个东西呢叫做奢侈品哦，这个东西叫做奢侈品啊。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
关于劣等才必需品或奢侈品的例子呢？大家可以想想看啦。哦，不过有个例子我觉得很有趣，可以跟大家讲讲。哦，对某些人来说，哦，对某些人来说，那当然希望大家不要当这种人。哦，对某些人来说呢，跟原配哦，跟原来的老公老婆相处的时间哦，可能是劣等才啦。哦，我们在社会上其实有看到某些这种例子嘛。哦，比如像某些人哦，当他有钱的时候呢，他就把原配丢掉了。哦，就把原配丢掉了。哦，那这种人你可以想说，哎，对他来说，可能跟他这种男生或这种女生呢，可能跟他原来的老公跟他原来老婆的相处时间可能是劣等才，所以随着他的所得增长，他就缩短哦，或不愿意跟他的原来的老公老婆的时间哦，对这个相处的时间呢，这个需求量就降低了。哦，有些人是这种人啊，哦，所以要注意哦，哦，各位如果要找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呢，要注意，你要去看看对他来说哦，跟原来的原配哦，老公老婆相处的时间，他会不会把这个东西当成劣等财？哦，如果把它当成劣等财的话，哦，要注意哦，不要跟这种人来往哦，不然以后你结婚的时候，结婚大家在一起不就是同心一起努力啊，那个变有钱嘛，或过得幸福嘛？啊，就有这种人，所以啊，你过得幸福，就他就不想跟你相处了哦。如果这个人有这种特性的话，哎，不要跟他相处了啊。有些人呢是跟原配原来老公老婆相处的时间是劣等财，跟小三哦，跟小三在一起的时间是奢侈品哦，那就真的麻烦了哦。当他变有钱的时候，他不想跟你相处哦，他跑去跟小三相处的时间呢哦，开始迅猛性的增加哦。如果你的对象是这种人的话，要好好考虑一下哦，要好好考虑一下。然后，好，那我们来说说看一些实际具体的例子。然后，刚刚跟大家讲的具体的例子，然后我现在来跟大家讲的，就是说经济学者呢去估算不同的产品之间他们的所得弹性的这个值啊的多少。然后，比如像说有经济学者呢去估算什么呢？估算美国的烟、美国的酒、美国的食物。哦，经济学者去估算说，哎，在美国这个烟这个东西呢，所得弹性的值是0.1；酒呢，这个东西的所得弹性的值是0.2；食物支出呢，哦，这个所得弹性的值是0.8。哦，所以烟这个东西是什么？必需品啊。酒这个东西呢，也是必需品啊。哦，听起来很怪嘛，哦，烟跟酒是必需品啦，啊，哦，可是如果以后呢有同学跟你说，哎，你干嘛要喝酒啊？每天都在喝酒，你就说，哎，根据经济学家，这个东西是必需品，然后是生活必须要的，然后是生活必须要的，然后啊，不过这个是根据所得弹性值的定义，确实也没错啦，哦，烟跟酒都是生活之所需必需品，然后再根据所得弹性的值所定义出来的，然后好，食物支出也是所得弹性的值啦，那这个东西应该也很直观，可以去理解嘛。一般抽烟的人不会因为他变有钱，他就开始多抽烟；不会因为他变有钱，就开始多喝酒。哦，可是可能会稍微增加一点，可是不会增加太多。烟酒食物支出这些都是必需品，所得弹性的值在零跟一之间。教育支出哦，台湾的教育支出，这个是有趣的现象啊。很多人哦，过去我在上课的时候呢，哦，有些时候会问同学说，这个台湾的教育支出到底算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哦，很多同学会跟我说，这个叫做必需品。哦，这个叫做必需品，可能就觉得，哎，这个教育好像凭直观来说，你觉得它就应该是必需品啊。哦，啊，如果算妥协弹性的值呢，你也觉得，哎，这个好像是必需品啊。哦，不过呢，当我把这个问题呢拿去问在职班的同学后，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哦，你去问那个大学生，大家都说是必需品。以前我们都受义务教育上来的。哦，国小、国中、高中，刚进大学，觉得，哎，这个教育大概就是就是必需品嘛，所得增加的时候你也不会多花钱在上面。可是话说回来，如果你去问在职班的，在职班尤其是有那个小朋友的，哦，尤其是有小朋友，就会发现说不是这么一回事。台湾的教育支出哦是奢侈品，当你所得在增加的时候呢，哦，教育支出也会增加，而且增加的幅度会更大。尤其在职班有小朋友的，会更清楚的理解这个事情。教育支出包括什么？不只是义务教育，还包括像各式的补习班、才艺班哦，还有幼稚园哦，各种这方面的这些支出，那一般的人来说呢，对一般台湾人的想象，其实你可以判断得出来呢。当你所得在增加的时候，当你所得在增加的时候，其实你会更愿意花钱在小朋友身上。所以当所得增加一个百分比的时候，教育支出会增加超过一个百分比。我们经济学家算出来知道是1.15啊。所得增加1%的时候呢，教育支出会增加超过1%。所以在定义上，它算是奢侈品。那这个数字呢，其实也给我们一些不错的 insight 市场的直观。很多人在谈到台湾的教育的时候，都会谈到说啊，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哦，小孩越来越少，
所以会说这个教育这个产业呢是什么夕阳产业之类的啦，因为要少子化嘛，以后都没小孩。可是其实你从这个数字你去判断，这个数字也很符合直观，你从这个数字去判断，你会知道说这个论断是错的。哦，台湾不会因为少子化教育产业就完蛋。哦，少子化没有错，哦，孩子变少，可是你其实看到另外的事情是什么？台湾也在经济成长啊，所得在增长，所得在增长的时候，其实每户人家他们会愿意花在小孩身上的钱其实是在增加的，所得增加，每户人家愿意花在小孩上面的钱是增加，也增加幅度是超过一，超过我讲错了，应该说所得弹性是超过一哦，所得上涨1%的时候呢，花在小孩身上教育资助的钱会超过1%。所以你可以判断出来，当所台湾的经济在成长的时候呢，教育这个产业的规模在变大、哦、教育这个产业的规模呢，他们的总的支出额应该会变大。那、啊、可是少子化，哎、欸，你直观上会想说，哇，可是少子化，小孩不是变少，为什么教育支出会变大？所以其实你从这个里面，你还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教育支出、教育市场规模在扩大，少子化，所以小孩变少，那这表示什么？表示人均小朋友的教育支出在成长，所以这跟你讲什么事情？哦，跟你讲说教育产业哦，它是有未来的，然后他们的发展呢会朝向平均每人每生的教育支出在成长的这个路线在走，所以就跟你讲说，所以如果你要做这一行的话呢，哎，他给你一些insight说你应该要往什么地方发展。然后你看这个就经济学嘛，跟你讲对市给你一些市场洞见，从这个数字上你就可以得到一些推论，推论到说以后的教育市场会变成什么样子。哦，人均小朋友的支出会增加啊，这个东西也符合现在一般在新闻上在看到的这个事情啊。哦，少子化，那公立学校呢受限于人均那个支出学费没有办法调涨哦，所以你就看到说，哎，很像很多公立学校现在在萎缩，可是话说回来，另外一方面，私立的教育的这一块，幼教的这一块，哦，才艺班的这一块，市场在成长，市场在大量成长，家长会愿意花大钱在小朋友身上，在下一代身上，哦，他们会更愿意花钱。那小孩变少，所以每个小孩的单位的钱呢就会变得更多，所以就很多私立学校走贵族教育，学费收非常贵啊，那、啊、还是有市场啊，因为这个数字跟你讲，确实是有市场，而且市场方向是往这条路在走。哦，教育支出奢侈财，那当然呢，车子哦，这个也是奢侈财。然后美国的车哦，过去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在美国人这个车大概是必备的代步工具了，应该是必需品。可是根据资料呢，美国车的所得弹性是 1.93， 它其实也是奢侈品哦。哦，也就是说，在对美国人来说，当他们的所得在成长的时候，他们会更愿意，就是说他们对车子的这个需求量会增加，也会迅猛性的增加，所得弹性的值会大于。所以，就算在美国这个市场，车子还算是奢侈品。它的奢侈品的定义不是说啊这个东西是很豪奢的东西，而是说当他们的所得在成长的时候呢，他们对车子的这个支出呢，对车子的需求呢会成长，而且成长的幅度会高过所得成长的幅度。所以这表示在美国呢，这个车的这个市场呢是一个成长中的市场。好啊，这个是所得弹性。好，希望跟大家谈谈所得弹性的这些概念，还有所得弹性的这些例子，让大家对于透过希望知道说如何透过这个所得弹性的值呢，对市场有更深的看法跟更深的洞见。我是中山气管设计员，我们下次见。